深沉地抱着地，遮住红日当头照，高高的红宫墙挡住金元宵，茫茫的天际你又打岔，伸出山花弯道，说是那玉露甘霖当头现在就给我出去打一招，你敢不敢？海南茶，跟上去了。是。芳芳，你是不是太小心了？一连六个晚上砸了葫芦就九座高台，兵力粮草都严重短缺的黑水岭，真是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至少的至少，明锐他们都还活着，半年多前还和明锐在北疆战场上有说有笑的战友发现，这就全都死了。老子十五岁就披挂上阵，跟他拼了呗！这么长期，任星驰换阵指挥，不肯离开战场。朕是皇帝，但更是你时隔的亲哥哥。朕要你今后像以前那样叫朕十五哥。是，皇上。